刚进来的时候，觉得这里的美景对我来讲真的是非常的美好。但是自从进来以后，我觉得我更喜欢的是这里的人情味。像食物都需要香料提味，而我们的生活也需要研发。生活的研发就是人与人的感情。有，其实你看不见它，可是你却能够感受它正在丰富你的生命。因此，我们这次推出的产品都能用感情来贯穿。你可以常常看老师傅对于法式烘焙十年来的感情以及坚持，还有它的好味道，以及逛逛我们的二手古着，可以品尝每一件衣服上面一代传一代的感情。然后最后是我们衣服的研发，也就是饰品。你能够透过饰品来丰富你今天的装扮，也可以丰富你今天的心情。希望每一位踏出这道门的大家，都能够带走我们一份人情味走，并且能够更享受你的生活以及现在的每一切。谢谢。